赵丽颖倾城时光播出四周年，百亿播放量，网友女二疯狂加戏。11月12日是电视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开播四周年纪念日，该剧是由张峰、于中和执导，赵丽颖、金汉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商战剧。电视剧改编自丁墨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都市白领林浅、赵丽颖是邂逅温达集团总裁励志成金汉室，两人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，并在过程中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故事。在剧中，赵丽颖饰演的林浅不仅造型又酷又飒，而且做事也是雷厉风行，给人一种威震八方的气势，但她在私下却是个可爱怪，既天真又活泼，与女总裁的反差好大。还记得剧中林浅被表白时的经典台词，报告我励志成喜欢林浅，山河可见。一想到这句台词就忍不住想去重温了。据了解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是浙江卫视2018年酷云年关具有120亿播放量及均播放量全年排名第二，同时也是云和数据及均有效播放最高。扬子晚报也曾评价到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将军队中常用的兵法运用到商战中。剧中林浅、励志成这对 CP 的性格差距明显，励志成虽未钢铁直男，却有很强的行动力，与林浅直爽独立的性格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，又甜又酥。看到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已经播出四周年了，网友也纷纷表示四周年快乐，当年真的好喜欢林浅这个角色啊，原来已经四年了呀，过得好快，真的很喜欢赵丽颖演的林浅，哇塞，四年了吗？这部好好看。不过也有网友吐槽，这部剧除了不喜欢格蕾丝，其他都蛮好看。我当年可是每晚追着看的，就是有加戏咖存在不怎么完美，看了800次的剧，每次看依然会被女二疯狂加戏而气到。还有网友调侃道，这剧不是叫格蕾丝传吗？赵丽颖作为85花中的一员，代表作有知否知否、应是绿肥红瘦、陆贞传奇、花千骨、胭脂、幸福到万家等，凭借出色的演技荣获众多奖项。赵丽颖不仅拥有清丽可爱的外貌，还是一名人气与实力兼具的女演员，并因此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从都市设计师到年代创业，赵丽颖一直在追求丰富多样的角色，期待赵丽颖待播剧《风吹半夏》与《凤凰》。